然后陶器的部分有这个陶罐、陶杯、陶壶、陶钵、陶碗、方炉跟网坠，这些都是陶器的部分。那我们可以一步到那边去看一下另一种遗迹，叫做会坑。我们可以到那边去看。我觉得跟垦丁比起来，可能这个平潭这边的这个海岸线跟沙滩还略胜一筹，因为这个平潭这边的这个能下海的这个海滩啊，海岸线很长，很多这边的人都跟我说，哇，北京过来住平潭，那这个牺牲很大。看一下，风比较大。未来这个国家级的考古遗址公园的这个规划，我们目前是在这个地方，对，那总共占地有200多公顷呢。这个我们之前也有请这个台湾的少数民族过来参观，那他参观的时候其实，表现出来是蛮激动的。现在看到的这张图呢，它就是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图。那使用这个南岛语系的这个语言，全世界统计目前大概是人口是3亿多人。那这3亿多人啊，我们可以称它是南岛语族人。过去国际学术界公认的话，这个南岛语族的起源地就是在台湾，台湾的这个少数民族就是南岛语族的这个始祖。那通过这个抽取福建漳平齐河洞头盖骨的这个 DNA， 然后做一个比对，比对之后发现，这个福建漳平齐河洞出土的这个头盖骨的 DNA 跟这个南岛语族的 DNA 它是一致的。那我们现在这个考古基地有一个这个重要的目标，就是说，我们既然现在已经发现了这个南岛语族起源于这个中国沿海内陆啊，那它这个是从哪边出海到台湾的呢？然后再从台湾扩散到这个南太平洋呢？所以这个就是目前我们考古基地正在这个努力发掘、努力发现的这个一个目标，希望找到一个文物，或者是说通过这个骨骸的这个 DNA 比对，可以证明说。这个南岛语族是经由平潭啊扩散出去的，这样子。我在研究单位，那他这个是一个研究院刚成立，所以他需要人，就是说一个单位他会需要各种专业的。那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啊，帮这个研究院啊建章立制，来把这个研究院弄得更完善，上轨道。最早的一片呼唤，最早的一个故乡，最早的一件往事，是太平洋的风徐徐吹来，吹过我所有的全部。